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司马大师，在加拿大温哥华。现在早上，我开着车前往大操场。今天早上红云不错呀，喜欢风光摄影就喜欢这种天啊。大操场一看更棒了，整个的一面天全是火红的颜色。可惜现在不是在落基山里啊。今天我的主要内容是想参观一个叫 Pottery Sale， 叫陶艺展销。这个地点就在大操场旁边，这是叫 Richmond Art Center， 就是一个艺术中心。艺术中心呢，这边是一个公共图书馆，然后往右走，这就是艺术中心，还是蛮漂亮的这个。问了一下，他们是 Richmond 这里有一个，他们专门有一个陶艺俱乐部，现在呢有80多个会员，他们1969年就成立了，他们各种定期的活动，大家一起交流，还办学习班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您的订阅、关注和转发是我创作的动力，谢谢各位。